随着新一季的《我就是演员》的播出，杜淳一改往日偶像小生模样，变成肌肉熟男。9月8日晚上10点，杜淳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自己的照片，并一次回应网友：这真的是杜淳吗？确实是我，我们印象中的杜淳似乎完全不在了。为了确认你是否还记得杜淳曾经的样子，我们先来看一张昔日帅照，俨然一副偶像小生的样子。但现在杜淳是这样的，炸裂的身材，略显成熟的胡须，让人除了吃惊就是惊叹了。还有网友调侃，这俨然是内地版吴彦祖吗？这个角度，恕小编直言，绝壁像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，评价可谓是相当之高。有人说，震撼的演技，会说话的眼睛。还有人说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演技再一次被得到认可，让人感动的同时，又为你欣喜。其实，在杜淳之前，也这个舞台上，也有人从昔日小生变身硬汉形象，他就是周一围。不过，周一围仅仅是从形象和气质上发生了变化，而杜淳则给人的感觉是彻底变了一个人，完全不记得他曾经的样子。而之前演技似乎也没有被高度赞扬，但这一次他做到了。来源：网络综合。